在本次潭子区福潭路以及潭心路二段两百五十巷口之交通事故，罚28岁黄男驾驶自小货车沿潭心路二段右转福潭路，在右转潭心路二段两百五十八巷的方向时，因车速过快导致翻车，并碰撞停等红灯之51岁黄女以及31岁蔡女所骑乘之机车骑士。 警方后续经依规定到场处置，三方驾驶均检测均无酒精反应，三方驾驶均手脚擦挫伤，伤势经医院救治后均无大碍。自小货车前车头及左后车身车身受损，二三部的机车前车头以及侧面受损，后续将调阅相关的影像画面，以厘清相关的案情。